在一个项目里面，如果没有人出现跟你竞争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想要再往上提高就特别的困难了已经。其实我跟他就是同一时间就是出现在中国田径女子100米栏的这个，就这2年来，我觉得相互促进其实还是肉眼可见还是蛮成功的，也希望我们在退役之前保持这样的良性竞争，继续就是把比赛做到，退役之前的每一场都做好，都是为了。